这是我特地找人买来的，拿去给老人吃，上海买不到的。可我上次吃的还没吃完呢。没事，这里还有你最喜欢的突防油啊。谢谢。呀，这么巧你在下边呀？舅妈啊，这么巧啊！这是我朋友。您好，我姓马。啊，你好。哎，我倒垃圾，女士年纪大的人真的好烦哦，垃圾忘了倒了以后一股味道。 好，那我先走。嗯，拜拜，小心点啊。哎，这车怎么好是他自己的？我告诉你，现在那个好多人会问那个婚庆公司租车子，专门骗小姑娘。你俩怎么认识的？他干什么的呀？啊？ 你手上怎么会拎那么多东西啊？哦，这个是他特意买的点心，说是来孝敬您的。昨天那个蟹粉小笼不是还没吃完吗？新的，新的。